准备战斗，选择英雄，来到控制图，希望这场没有太多制裁我的东西，但我相信一定有。Observe the barrier. Hello. Activating the barrier. Barrier in place.最好搭什么坦？第一回合，比较喜欢配女坦。I don'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. 我想要直接上点上，这样打比较舒服。Back to me.死神，快跑！他看到死神跟鬼一样。想不想你？我不想。然后上一场学的海扁流，这不闪电吗？什么东西？瘫痪时刻。哦，他把盾推过来，然后弄到地雷。有轰炸了吗？没有错，轰炸了。我在预测走位。我的大学就是科加斯，踩起来，拉进去，放下来。启动系统检查程序，一切正常，可以出动了。给他们准备再瞧瞧。然后记得要舔他的脚趾。你看迪法真的变好小只哦，在我的视角里面。第二回合，占领目标，滚开！
来进个洞。Activating the barrier. Back to me. 想我吗？我不知道我的一算不算投射物。我正在占领区，快来集合。乱的只会被偷袭的麻烦。对面开始玩嗨影啦！又想报复我们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法拉开出来，已经有人开出来了，好坏！Claiming the objective. Barrier under attack.好了，命中了。对空对空，法拉克我是不是假赛？不存在。然后保持一个中距离的话，那其实打得都蛮舒服。不要引爆。啊！破200好痛。Breakthrough was near. I could feel it. 哎，踩到了，看起来是法拉在撑了。Observe the barrier. 太霸道了。终于赢一盘了，哇！这游戏变好玩嘞。
来，西格玛秀一把。哦呦！这个其实想要贴在这人还是有点难度。助攻击杀率51%啊！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，这个角色他的脚好丑。